今天我们这里下了一个早上的雨，现在炒菜吃饭。幸好这里的没有飘到啊，在这里就碰到了，这里就飘到你这里不会。手机要啊。对呀、啊。妈妈。啊。老爹，怎么样吃饭？我就在这里吃啊，在这里坐，这里吃啊。妈妈，啊，我们今天去煮饭，什么？没有煮饭吗？嗯。我忘记煮了。待会煮点米线吃了。我忘记了。你回来，你又不提醒我呀？啊？能吃了吗？没有，这个米线差不多了。好烦，下雨。烦什么？又不是天天下雨。妈。啊？怎么天天下雨？端午前都要下雨啊，这个是龙舟雨啊。知道什么是龙舟雨吗？是。啊？不知道。每年端午前下的雨就叫做龙舟雨。爬龙舟有没有见过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，不是吧？我没带你去过看吗？没有。哦，你没有看过，哥哥看过。外婆家那边广西，每年都要爬龙舟。妈妈以前读小学的时候，每年都骑那个自行车去看。一攀爬。怕什么？不怕呀。一爬嘛。看人家爬，妈妈不会爬，那个是训练过的。训练过的，在河里面爬的呀，你没见过呀？哎呀，妈妈给，爬爬爬，嗯？梦见小狗爬？嗯，不是，是一条船呢、啊。你们有看过吗？没有。我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爬龙舟。哎呀，老二他说不知道什么叫做爬龙舟，老大就知道。你不吃啊？啊，可甜啊！嗯，这个可以了。我等我的吧。妈妈。嗯。吃饭要站在这里吃。不站在这里怎么吃？能坐吗？你坐这里，这个雨飘到你了。我坐这里。小冰箱。你坐那里啊。你在哪里能坐就坐哪里。那我一样的，我待会弄走一个。你最小啊？我最大。你看这个老四了，那个老五啊，排队呀、啊。排队呀、啊。有没有？待会弄一点这个汁进去啊。妈妈。啊。哥哥不吃。哥哥啊，叫一声啊，他是不是又睡觉了？我弄吧。好吗？他们跑去哪里吃了哈？跑进走廊里面吃了。你这个不辣、啊？嗯？不辣。你站在这里都被淋湿了。你这个不漏汤啊？不漏。嗯，老二的差不多吃饱了。待会衣服湿，换衣服再去学校啊。哦。姐姐站回里面来啊，站回这边啊。你看都淋湿了。妈妈的衣服也湿了，差不多雨停了。
剩下我没有吃饭了，还有这个汤，还有这个鸡肉，那个胡萝卜他们很喜欢吃，吃完了这个胡萝卜，姐姐你喝汤啊。